西城晚床战写成军，甩开陈志强和别人老公。小一万，我里面全部吞。对我来讲，报仇就是天道。三立最新八点档复仇大戏《天道》将在5月3号播出，谢成军、曾志熙担纲男女主角，还远赴泰国曼谷及巴达雅拍摄。阿兹不过嘞，这对虐恋 CP 爱到最后竟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关系。记者 ZZ 邀请两位进行 Q&A 问答，一个梅杜后就伤感情了。堪称是最会结婚的男人，哪一个让你最有感？比较紧张一点，因为大家就是想要敲完。这是谁啊？这是你的。